半的选民，伊嘛感觉足光荣。直到我咱，咱要伫一届内底，予一个人输两遍，创下纪录，好吗？要往讲话无啦？2018年吼，选输了后，都有足侪朋友在问讲：啊，你阁有要行政治无？我讲，若台湾需要我，若我有法度出一份力，我得来打拼，我得继续行。后来有这个机会来台中第二选区参选，我这边我讲话啊，我笑哟。我讲吼，讲吼。有几个所在会当选呐？我讲吼，啊，自细汉就听台中有一组人，诶，像个大魔王安尼啊。啊，咱一间小公司台湾基金，要进嘛是要进迄个上大尾。啊，实在是讲，坦白讲，恁嘛无想着讲会赢啦。啊，但是安那，咱做拍拼，咱着本手车，咱做足侪功课。哦，你的古地名丁拉西、埃拉西、阿密路、溪心坝、番人园，咱去到山麓龙井，咱会当讲这个山区，为无风的山风，吹到咱乌日的溪底风，一直到大都龙井山麓的海风，四季吹着咱山区的风，就亲像这两冬我的心情，有一阵。做热情，对政治未来有五万的少年朋友，甲咱做伙站出来，用双脚走完这片土地，用双手来为家己的未来打拼。想要家己10月23号的时阵，煞叫用罢免去。10月23以后。同样有人来问我说，啊，政治还有要走吗？我说你去用脚踏到这样，还走真的被虐狂。但是在很快的速度，我就看到一个让我很放心的人选，叫做林静怡医师。他握着我的双手跟我说，这打这坐来替你顾。我咧选举的时阵，唔捌讲过因家安怎拄安怎，但是到罢免案的时阵，愈来愈过分。伊甚至作思念我，伫这道补选的政见发表会，伊有若开5分钟的时间咧骂我。如果伊这么爱我，我会当邀请伊来跟我做伙做朋友，但是。让林静怡做立委好吗？来开5分钟的时间来骂选民，安尼有民主吗？叫大家卖看电视，安尼有民主吗？用公权力让因兜愈来愈大，安尼有民主吗？一个完全无民主的家族，咱无让伊做立委啊，咱要支持。是天山到王母的选举，这道的选举很简单，把票当给一个为全民服务、为台湾服务、为国家服务的林静怡医师，好吗？民主会继续走，台湾的政治也会向前走，不管明仔结果如何，不会直接向罢免。是台湾第一个罢免的
一半的选民，因嘛感觉足光荣。这道我咱，咱要伫一届内底，互一个人输两遍，创下纪录，好吗？